你们开了哈？开了，我没开。我没有开。我没有开。金要出问题了。好了，今天玩这个。这都没有武士。没有，我懒得回了。超快。哦，而且他在选择英雄的时候，他会隐藏掉，不让你针对来选，就是 counter 之类的，不让你做 counter。这是新游戏，这个游戏它有中文翻译吗？好像没有哦，好像不新了，蛮常不新了，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。它的英文叫 Brawlhalla， 但是不知道直译是什么意思。对，不知道直译叫 Brawlhalla。Brawlhalla。那这个游戏简单讲就是横向卷轴，然后互相打来打去。大乱斗。对，大乱斗游戏。没错。为了部落啊，你们然后你们还有一些没加进来，要怎么加？哦，还没加。Custer 呢？在 DC 哦，第三我看到了。Custer 就看得到角色，要选完就还有吧？选完就有啦。对啊，应该是选定了。所以现在就是免缴的，对，这样还是可以康复人哦。如果你要氪也可以啊，500块。我氪了，我是氪的啦。你们都氪了，你越看你啦，我已经氪了啦，我已经氪了啦，我已经氪了啦，对啊，我还不去氪，我是已经氪了啦。你越没氪，要他就算了吗？啊，你有氪吗？我氪要多少？几场我觉得 OK。可是我要出去拿那个，先玩一次嘛，不要那么紧张嘛。氪了，氪了，氪起来。我先看你们，如果待会我受不了，我会不会出去拿信用卡再说了？实在好懒得出去。好，玩到拿信用卡。这个游戏目前只知道是大乱斗，但实际怎样也不知道，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开这游戏。我是一只龙哎，大家都第一次开。我有一个哦，所以我们要看谁用了什么角色，是看左边的名字吗？下面也有啊，下面有哦，也太小了吧！因为人越多越小，越人多越人多。很小，是因为你的画面吗？我看对不起了，我画面好小，我现在我那个小到比那个大概是米粒切成三分之一的大小吧。你太小了吧？荧幕该换的啦。哦哟，好啦。你前几天那豆豆袋打折，你又不去换？啊、没有没有，我有看到它特价到11月30号，只是我还没刷下去而已。刷了刷了，有了，只是忘记刷了而已啊，因为在公司刷起来不太保险，回家刷了。刷了啦，然后那个朋友同台压力哦，刷了啦，这个游戏不用钱。对啊，但是你如果氪的话，可以多。但是被他们玩的要钱的感觉。对对对对，你免费就是八只角色啊，你付钱就是多了，像我现在画面这么多只。对，有惊叹号的是免角啦。我记得不是他不是也可以直接买角色吗？可以用游戏币买，也可以用。对，也可以用游戏币买啦。对啊，跟 LOL 一样，慢慢弄啦，就跟 LOL 一样。对对对，嗯，也可以用花钱解锁角色。一秒，喵喵喵喵喵。No， 还有一只牛哎，对吧？你要看吗？要怎么看？给你看啊！我选给你看。他就叫陶诺斯哎。对啊。哦哦，这感觉好帅啊！你们全部都还在选角啊？对啊啊对啊！哦，只有妙花选好。哦，妙花，我就只有12345678只选择哈。没有啊，我也选好了，我也选好了。你要再选一次啊？你要再确定？可是你没有按，你要按那个确定，你旁边的头像才会出现。像这样，这样才有啊。嗯，来个随机选角，有了，怎么样？哎，团团你哎，招呼撞脚喽，撞脚喽，阿哈进你又没选。我没有确定吗？你没按确定啊？对啊，我以为你会玩这只耶。哈基，你想要选哪一个？你那个好像在穿那个哪个？就三角形的人。哈？哪个？喵喵喵！这叫下面比较大。好哦，你。你确定是下面比较大？我觉得它上面看起来也蛮大的。它下面，
他知道会有 skin 吗？没有，没事，换颜色而已啊。你干嘛换？可以换颜色。我想说 skin 呢、欸、，skin 要抽，要再另外抽。要抽。嗯。要多久？是一个免费的游戏哦。哇！可是他们玩的是要钱的游戏。对，他们已经氪角色了。哎、欸，是有两个人，又有两个人，放掉。我在哪里？画面超小啊，白痴！等一下，先不要打，我要看一下怎么操作，怎么操作啊？啊！一个人可以跳两次，有没有看到那？哎、欸，有没有看到那个武器？那要去捡哦。啊，这捡会有武器？哪里有武器、啊？然后呢？我们捡。开始是啊！不要！阿、啊、金，不是，不能按掉。我正在测，我在测试。哎哎哎，测试。我要武器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在走，对不起，我不小心的，不要，听走。啊啊，还有什么按键啊？还有你每个人有两把不同的武器，你可以把你原本捡到这把丢掉，然后再捡一次，它就会变另外一把武器。怎么丢？我不知道你们是用什么键盘。我说，你可能要看一下按键哦。哇，现在还要习惯一下，哎、欸，这什么鬼？现在超恐怖，完全不知道大家什么时候打起来。哦，可以打了吗？打吧。别啊，所以你们都知道按键了、哦。我知道這麼快，我知道怎么丢了。因为摇杆很方便呐、啊。摇杆要摇。可恶，你这样也让我想要装摇杆了。对啊。打吗？打吗？打下去。啊，我大概懂，了。哎呀！哎呦！谁啊？哎，闹鬼！哇，谁呀？哇！这个平台是我的，哎，谁是谁啊？有人倒飞了。我是紫色的那个，紫色黑黑的那个。我是全身看起来黑黑灰灰的那个。好混乱！我发现我游戏声音又太大声了，声音太大声了，真的是。啊！哎，我的武器嘞？武器怎么不见了？哎，我的武器不见了。哎、红不浪，干嘛？红不浪，哎呦，哇塞！你出去啊！你出去，你才出去啊！出去啊！我出来了，啊！我真的觉得要接摇杆比较好按嘞、欸。白痴，我刚刚看错角色，直接掉出去了。对，真的。下去了！等一下！哇塞，你们真的是凶残之人呢、欸！等一下，怎么换武器啊？换武器怎么选、啊？你要先把你的旧武器丢掉。啊，旧武器丢掉。嗯，你要先把它丢掉。他的射程也太短了吧！你是近战吧？那个是近战，好不好？哇！我刀不掉，我给他两个人打了。啊！要输哦！走开！等一下，不要打！哎！等等，那么猴子！哎呦！哎，我都还不会用哎、欸，真的是！哎呦！等一下，我觉得玩一场手就很酸了，我手好酸哦！这什么东西？哎呦，回来了！等一下，我的武器呢？我没有武器了，没有武器了！等一下，上面这个，哦，赞哦！哎呦，被打飞了，我回来了，我真的觉得如果我有画面的话，我的手超级激动。我刚刚还在找那角色、欸，让我拿一下武器呢。哇塞！分开！哎呦，不要趁机偷来。如果是大乱斗的话，你可以按嘲讽啊！接嘞，高爆发啊！发射，没了，没了，发射，好混乱啊！好远哦！哎，旁边这个，旁边那里有一个啦，等一下，左下角有一个，哇，打错人了，把我射爆啊！我没了，哇！他进下去啊！不要走开，走开，那边啊，右边在看戏啊！我要休息了。看戏，我死了，我死了。看戏啊，那个死了。下去了啊，这样啊，剩下两个了。看戏，
看戏，什么都不懂。看戏，搓一下而已嘛。看戏啦。没有，掉下去，掉下去了。哦，掉下，我掉下去这么多次哦。三次就是三次正常啊。对啊，三次就是啦，三次就是少于三次就是有些人是被打飞往上直接 KO 的。对对对。他那个打是什么啊？意外吗？不知道，就是应该就是这个 force 跟 S 能加起来三吧。对啊。Damage down，这个是攻击的那个吗 ？Damage 吗？嗯，伤害输出吧，伤害输出啊，承受伤害，承受。嗯，好，嗯，升等了，啊，我才一等，哎，没有啦，没升等啦，看错了，我也是一耶，哎，那换另外一只，干什么？暗藏，哦，回来了，好，再来。欸，那摇杆是哪一个选角？啊，你按一下摇杆，它不是会自动帮你选择 X、Y 那一些吗？对啊，啊角色咧，一个一个选，要怎么选啊？你就按上下左右移动啊。氪要多少啊？没办法欸。氪要我498。498。我担心我的拇指会肿起来。哦，有了。我继续玩这个中二角。等我一下，很担心我的拇指。感谢小雨的礼物，有了，来了。说真的，我好想 take 我的画面，我刚刚的手真的超忙的，只拍手有没有？就可以看到我手有多激动。感谢小雨，感谢小雨这边哦，记得，记得哦。我要换别只了，我看一下。欸，要不要用多条命一点啊？三条命不够吗？很酸呢，欸。哦，好，我是觉得少一点好像比较好，五条，对啊，你们少一点，你们也可以多玩几次角色啊。好，这样子好了，五条命，然后刚刚八分钟改成六分钟。好，五条命。等我一下哦，这个游戏折屏不能玩呢。没有狗啊，对，它是猫。除非，哦，好，它不要选那只，它是狐狸，不要玩那只就好了。没有啊，有一只狐狸。没有，现在折屏不在啊。倒数第二排第三个。哦，你说这个吗？嗯，对。没有啊，他有说过啊，两只脚走的他不怕啊，啊，这两只脚的，对啊，他站着啊，他是站着就没事啊，嚯，嗯，所以没事。然后我拍给他看，说这瓶这只可以吗？硬要，我决定要把自己用一个鲜艳的颜色，这样看才知道自己在哪里。嗯，好。不要多黄色啦，搞混啦，是只有花钱才可以选颜色。没有没有，第二个是颜色。哦，第二个都可以选，第二个啊，在哪里啊？选角色之后，它左边会有一小排，你可能太小，很小，对，你的画面可能很小。哦哦，我看到了，哦，刻了需要重开吗？还是继续这个？好，不用，它已经显示在画面上了。哎，对，然后恭喜你氪金了，恭喜你氪了，恭喜你氪金哦！为了要看到啊，你们看得到听到音效吗？听不到啊，听不到啊，这地听到，可恶！那我要看起来好呛哦。对啊，这个游戏声音不知道会不会太大声呢？对啊，这个刚那个调一下，好大声啊！对啊。我调二十，我刚刚也想说要不要选那只，他看起来超香的，那个是另外一个游戏的角色吧？对，不知道是哪一个游戏的，我好像有看过，是不是有卡通啊？跑酷游戏吧，嗯，跑很快的那一种。哎，观众有没有知道的啊？来稍微讲一下，我在哪里？我在哪里啊？哈基，哈基，哈基，干嘛？有人。送人！哦，喵哈，干嘛啦？你要躲一个吗？哎呦！啊哦！走开，下去！你下去！
哎、欸，小哎，哇哇哇哇！哎、欸，你下去，你下去，欸、有人乱了，等一下，来嘛，哈基，哎呦，你下去，被手杀了，哎、欸，白。哎这里有个在休息，你在休息，我的保护色很好，好不好？休息，哇，好会休息嘞，在休息啊！哎哎哎，哎呦，会，我怎么有流弹呢？嘿嘿，流弹呢？嘿嘿，我找到 OP 角色了，嘿嘿，我不要这个。我刚看错角色了啦，白痴哦、喔！真的要选一个比较明显的颜色，不然会看错。没有，你要选一个不显眼的颜色，你就可以。干手，好好看。哎、你们那个好忙哦、喔！哎、怎么把武器丢掉啊？哎、哇，好会！